是一个让你们不太省心的完美。做好人也有错吗？我杀敌的时候会害怕。出去的时候被别人砍了七八刀都要疼。我今天是去送死，我今天也必须要去救他。你也想拦着我？我的哥哥只带诱惑来接受杀死，就凭你？敢与太后对峙，那张君子的面具我戴腻了。到父王在身，他也敢这样对待他？我不与小人。向天对您到底是真心温顺，还是诈降？